粉红色的樱花盛开，看起来是相当浪漫美丽。这是位在竹山镇田子里的秘密花园，由田家乐社区理事长阮登科和他的太太一手打造，成为一个可以欣赏樱花的好地方。我家樱花哈，今嘛有一两丛啊多啊盛开哈，啊其他哈都啊开始咧有花苞呢啊，所以哈，搁一礼拜、两礼拜内面，哈弄个无问题。哎啊，欢迎，就是我们这边没有大门啦。哎啊，所以随时哈都可以上来看都没有关系。感觉足好诶，看到足好诶，嘿，看到这个山势哈，这样水哈，这个恁老师哈，足够高诶，国家吼，这个樱花正水安尼吼。那阮呢，阮遐囡仔呐，等下亲戚，我拢会甲报，报讲去看。哎，阮老，阮遐囡仔嘛，真爱看花。为了将这样迷人的风景和更多人分享，夫妻两人也带领田家乐社区的长辈一起来这赏花。看到粉色系的樱花盛开，让阿公阿嬷都相当高兴，期待可以带亲朋好友来到这里旅游。在还没很盛开，可是这个景已经很不错了。想说，哎，有空就带他们一起来赏樱，因为他们的子弟都在外面，然后我们社区老宝贝就是我们的家人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那就带着他们一起来，漂亮的东西要分享给大家来欣赏啊，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赏樱这样子。老师，阿妈带我来这看这回啊，心情足好诶，足轻松诶，啊个花足水诶。哦，安尼看到安尼吼，哦，也食啥百几回，这吼会使讲人因这老师因两个吼，真正足有迄个心的，因为种遮济，啊，阮遐田家乐边也嘛有，安尼算吼真幸福，真大家拢正欢喜，拢来看花。现在是樱花盛开的季节，许多赏樱花的景点都会塞车，民众不妨来到竹山镇田子里这个秘密花园，预计还有三个礼拜的赏花期，欢迎民众周团来这里赏花。记者徐玉南投县采访报道。